还好吗？心情会紧张吗？不会、啊。听说你直播很紧张、嗯。因为很久没就是在镜头上讲话，你就把它当成是还好，你就把它当成是你平常在跟没那个视讯的时候的镜头就好。真假的？没有。很长的跟没视讯。我们俩太失败了，像白睡衣。他最近都在录音啊。哦。看减肥。还是没有这么思考过，有瘦吗？还是还好？没有量，还是没有思考这个问题。没有量，就大胆，一直有在想啊，但是先放在脑子里。对啊，因为写歌的时候，心情要维持好，要吃东西啊，也是啊，好了，不然写完再剪。对，写完就吃太多东西。而且我很少到那个信义区，所以我等一下。屁嘞，怎么可能？信义区很常来吧？没有，很少来。真假的？我不在，他都是很落地。对啊，别地方，林森北还是哪里？不是新区，是他们都在家。所以你说你等一下去逛逛？不是，我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可以趁这段时间去买个便当吃？买便当哦？怎么吃便当？怎么一下子棒晒一下就要吃饭？很奇怪耶！彩排常常看起来有点不舒服，是有难言之隐，是屁还是什么问题？彩完结束之后跟我说他想便便，而且他马上冲去，马上冲去。我想说你可以先便再彩，不要带着便衣来踩。已经在那个了，已经开始就把哦，好啦，那到底专辑要不要现在筹备怎么样？现在专辑七七八八吧，七七八八了，录了差不多一半，然后那个曲的话还差一首。哦，最近快完整，快完整了，五首歌词没写。哦，完了，标时间放轻音乐。版本龙一曲就好了，版本龙一，放边版本龙一台灯就好了。对，演奏曲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可以耶，反正时间到就赶快发。新风潮。冒昧问最后一个问题，今天这个组合你弟有觉得是神秘组合吗？如果不讲就神秘啊，出来可能观众觉得没有太神秘。啊，又在看啊，无聊的戏啊，代表代表。对对对对，哎，来抖音，对对对。婷婷完之后还想，会有谁？特别嘉宾，有够是谢郎啊，惊叫就来。婷婷，对不对？啊，只能退八成啊，那北师啊，相信音乐八成。没有，因为他已经算某种不神秘嘉宾了，对不对？不会，之前有来过一场哦。是那个他那一场是对我是神秘嘉宾哦，你有吓到？不是因为你这样子，因为上一次很猛，上一次出现的时候，大家你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有吓到，上次吓到，完全吓到，就会想说啊，这次会怎么样这样？也不用这个，这次没有，这次其实快乐的，这次其实完全心情完全不太一样哦，因为他开始就是那个创作能量要开始拉起来，然后开始爆发性的在创作，然后回到这个轨道，然后说我非常开心。如果真的要说的话，就个人歌手的话，算是我后辈。哎呦，自己讲这种话，根本没有人提这个事情。一个人来说，还没分什么辈分。一个人来说，我比较，我现在比那个比较晚签约。对，他算是我师弟，是哦。到时候他会带着他去上型男大主厨，昔日小巨蛋歌手，现在还不知道帮我买便当，去买一个排骨饭。好，我去买便当。虽然演唱会前还开玩笑说谷谷和婷婷的合体一点都不惊喜，但其实对 MPF 来说，这个组合有着特别的意义和情感，也难怪婷婷一登场，现场惊叫声就不绝于耳啦。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好久不见的大家说一下？就是很想念大家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去那个关注我的 IG。IG 叫什么名字呢 ？IG 叫那个肖炳志的英文罗马尼。大家英文不一定像我一样啊，对 ，A B C D 告卡 B。等一下，我有忘记，我是肖炳志的名字，肖那个公司的同事。肖 XIAO， 然后底线。BINGCHIH， 怎么太长？哎，那你最近在忙什么？最近忙什么？最近忙着那个如所如何制作的新专辑。新专辑？上半年会发布。什么时候？六月以前。六月以前哦，大家注意一下。我还是爱神。Thank you.
全场歌迷和谷谷婷婷一起合唱《我还是爱着你》，这个画面真的让不少死忠粉丝红了眼眶。对于即将回归歌坛的婷婷来说，自然也是打了一剂强心针。他虽然说他不简单，可是我觉得他很焦虑。有吗？因为他就一直在那边。等一下，他的焦虑是不是没有变大？他就一直在那边摸，一直狂摸。因为他想身变大。他狂摸，还把鸡把全身都摸遍。然后我说到底到底是怎么样？他说他不紧张。我是感觉他不太紧张啊。因为刚刚那个很多观众给的尖叫声，嗯，觉得很感谢。你上去的那一刻，听到尖叫声的时候，心里面想什么？心里说哇，真爽。有没有尖叫声？这种感觉，大合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很感，就是起鸡皮疙瘩，很感动？有，很感动，很久没听到大合唱，蛮怀念的。我们刚就是两个在拍的时候，就是有点那个热泪盈眶，真的假的？就好像自己的小孩子，好像在台上表演似的。对，就想要拿起相机赶快拍。家长，对，就是、小朋友参加、那個，看妈妈这里，对，看妈妈这边，看妈妈这边，对，有没有很期待自己的表演？有啊，很期待歌唱。新专辑应该会。而且你刚刚已经讲出日期了，不能食言。对啊，六月前一定会发，一定会发。而且为什么今天有特别来宾尖叫声，特别比我的原本的还大？这是肯定啊，连我听不出来，说我都叫了。前面都只是微笑，然后婷婷在。是永远都是这样，永远都是嘉宾的尖叫声永远比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当看看。因为师兄也是啊，周杰伦上来的时候也是啊。好，那这个要赶快，这个我们要把这一段马上给。是怕尴尬自己接受？没有，我他是真心笑哎。师兄，我看好几场啊，这些上来是。对，所以压力很大，就没关系。他刚刚笑失声哎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以亚洲天团来当例子，那这样就不会就觉得还好。那你会担心嘉宾唱的比你好？嘉宾一定唱的比我好。会不会担心嘛？就担心。担心。午夜梦回想说怎么办？明天那个婷婷唱比我好怎么办？我不会担心啊，因为我知道他唱的很好，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所以刚才在看可乐加一些东西啊。豆浆。对。他刚才说他是便当，我就把便当撒一点，撒一些微博微明天。可是我觉得谷谷唱得很好哎，那你帮我评分一下，很久没看到我唱。我觉得如果是100分来讲，他的进步幅度应该有不到40%以上。啊，所以以前不及格，以前是不及格，是我说以前是20分，对，以前不及格。就是进步幅度有到超过一半的值以上。就是他现场现在非常非常稳健哦，所以你我上次去听他在Mayday开场，我就很了解，我觉得他现场就是稳非常稳，可以当一个歌手，绝对可以。那你觉得带气氛的部分呢？带气氛，他强项。他已经快要变牧师了。我等下，他真的是牧师，他很会讲一些那个振奋人心的话，对，加油这句话什么的。那个平常都在想这些东西，所以就不时的讲出来。总是掏心掏肺的谷谷就是这么的真诚，也或许是因为这份真诚，才让谷谷和谷空肉们之间的情感是那样的浓厚，是那样的与众不同。相信未来的日子，我们还是会竖起耳朵，继续听谷谷的音乐。继续听他在台上深情的告白啦！但我最喜欢的就是在我很失落的时候，然后可以看着大家的留言。我觉得那个有时候呢，那个不易比，因为我们也许是陌生人，可是你们愿意这样子一直支持我，然后为我打气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站在我这边想，这种感觉是很特别的，很感谢，谢谢。如果十年之后依然是我唯一的爱，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是你存在 ？And you are,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。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在等着谁的爱，你能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为你等待 ？And you are。王群乐，请你叫军乐采访报道。